其实性生活对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很多的发现，当一个满意的性生活，其实可以让人的内在的一些荷尔蒙做调整，可以舒压你的精神压力、你的心理压力，也可以促进你跟性伴侣之间的和好的一个爱的关系。所以只要你的身体健康是好的，你的身体不勉强的，其实一个适当的频率的性生活，对每个人都是非常有帮忙的，有健康的。